新戏刚杀青的王子邱胜翊不止演技优异，出席快闪活动展现硬底子舞技，带领民众一同欢乐，整齐划一的舞蹈立刻吸引群众目光，欢乐气氛感染众人。邱胜翊现场和民众做出抗忧郁三动作合影留念，亲和力十足。王子也表示，最近拍戏为了揣摩剧中角色忧郁的形象，也曾一度入戏太深，陷入忧郁的情绪中无法自拔。而被问到工作压力大时如何调适，王子表示：当然平时工作很忙碌嘛，然后难免会有压力，会有忧郁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是听听音乐。然后呢，运动，比如说像刚刚的开合跳舞，那我平常都是打篮球。那我觉得现在的人，工作压力或者是学生课业压力很大，我觉得一定要找到适时的放松，让自己远离忧郁。